举着就放下来了，你这个人真的很没礼貌。好，来，那各位朋友，如果你们今天呢是来我们的食品展，想要抢优惠的朋友手举高高哦，抢优惠的朋友手举高高。好，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活动呢在这里要正式开始，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精品私厨飨宴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娜小花。那待会呢也要重金的邀请到我们的师傅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那我们师傅呢，是特别，我们是这个重金礼聘的邀请师傅来现场。我们现场的朋友不要急着离开，因为师傅已经很久没有出来做料理了哈。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哦。我们特别邀请到呢台湾第一位取得意大利拿破里披萨 AVPN 的认证主厨来到现场，所以邀请各位朋友借用你们的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谢怡蓉主厨，掌声欢迎。谢谢主持人。哇，主厨真的是好不容易耶，很难请哦。因为主厨呢，目前呢，在我们的那个天母已经开了2间店，平常在家里自己煮啦，已经很少出来外面煮给大家吃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有幸坐在里面吃到这个价值2320，其实是不止，因为主厨已经很少出来煮饭了，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来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下次想要吃到主厨2320的精致料理，请问一下要怎么做？加 FB 要加我们的 FB， 所以呢我们的精品调理食品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先帮我们加入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虽然说大家没有办法坐在里面吃排餐，但是主厨很贴心哦，他说食品秀大家今天都来到食品展了，多煮一份让大家可以品尝一样的美味啊。但是呢因为没有位置坐嘛，我们就吃主餐，我们就往这个贵的来吃好不好。好，我们主厨今天为大家准备什么样的料理要来招待我们现场一起与会的贵宾朋友？好，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是那意大利最知名的一个墨鱼炖饭。是，对。然后它这个墨鱼炖饭，我们会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小卷。小卷。对，然后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是意大利的番茄酱。哦。啊，这个我们在工厂都已经煮好了。然后这个是墨鱼酱。是。墨鱼酱是100%天然的。好。嗯。然后还有这个意大利米，意大利米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已经预做到这个半熟。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做成一包一包呢？对，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菜单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拿到时候就是已经一包一包分量都帮你准备好了。对，然后呢你就用简单弄几个步骤放在锅子里面，然后加一点油，连油跟小卷，好，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帮您准备好，包括 cheese 粉。不可能吧，我们的料理包里面包含油，包含 cheese， 包含小卷都给你们了，我们都帮你们准备好。哇，那你只要简单几个步骤，是复热就可以几人份啊？我们先做一人份的，对。直接调理包里面是一人份。对，我们做一人份的。调理包目前就是一人份。那其实呢，主厨也是利益良善，我们精品呢特别针对现在的各位朋友的市场需求，是不是因为后疫情时代，我们后面的帅哥最近还有出去外面吃饭吗？33老是在外啊，人人叫我老外啊，最近不太敢当老外了，最近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在家吃，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吃到五星级的饭店美味怎么办呢？可能就是外送回到家的味道可能就会跑掉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多位的五星主厨，甚至是我们的谢怡蓉主厨是六星等级的哦，来为我们研发这个精品的私厨飨宴系列。那我们总共会研发9大系列，首发就是待会大家会吃到的墨鱼炖饭。好，而且呢主厨有特别提到，只要让大家在家里轻松的拆箱退冰复热上桌，就是这么简单。基本上呢只要10分钟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将我们的五星美味轻松上桌了。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简单的小问题，再来送一下我手上的小礼物咯。等一下呢让我听到的只有2个字，叫做精品，叫做精。好，来请问一下大家，后面朋友帮我稍微往前一点，好，主持人的手可能伸不到太长，所以待会想拿礼物的朋友请帮我站到主持人送得到的位置，不然主持人如果跌下去的话，你可能要带我回家看医生好不好，不能直接带回家哦。 好，那我来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主厨，刚刚有特别说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私厨飨宴系列第一道料理，请问一下是什么？来，精。好，来请问一下是什么呢？墨鱼炖饭。我们这边是有这个智囊团马上帮你送上解答，没错，就是墨鱼炖饭。好，那请问一下大家，我们如果想要吃到我们的私厨飨宴系列墨鱼炖饭带回家，请问里面有没有小卷？来，金，来，我们后面的帅哥有小卷吗？有小卷。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墨鱼汁，还有什么东西？
哎呦，还有白饭是不是哦？而且呢是帮大家煮到，哎，刚刚好哦，米心半头半熟，哎，这个半透不熟的这个状态哦。主持人真的差一点要掉下去了，请大家再帮我往前一步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哈。主持人有戴口罩，安全距离可以的。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大家，如果呢，哎，你们想要吃到的是在我们的料理前期都帮大家准备好了，调味调好了最道地的意式口味，再加，而且是经过呢，我们直接-18度快速低温冷冻，回家10分钟复热美味上桌。请问一下，你们要来到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品牌？好，就是我们的精品。好，没有错。你在跟主持人玩游戏吗？哈，来两小无猜。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大家，请问一下，全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品牌？是哪一个品牌？好，来哪里有声音？礼物往哪里去？请问一下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精品。好的，我已经闻到后面慢慢的有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哎，师傅，我们要起锅了吗？是的。我们还没，差不多在快了，快了是不是？对，我们把汤汁收干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太棒了，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时间了。请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主持人这个非常时尚的丹宁色口罩？有人还没拿到的吗？好，那各位朋友，如果呢，哎，你们想要多拿一点口罩怎么办？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就可以再兑换一个口罩。那有没有朋友呢，是看到主持人的口罩已经拿一个、两个、三个，开始玩扑克牌了，不想再多拿的朋友，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漂亮的，有人吗？有人想要吗？有人想要是不是？哦，来，我们现场的美味都有品尝过了吗？比利时松饼吃到了吗？我们夏威夷披萨吃到了吗？也还没有。哎，手脚要快好不好？我们来食品展就像战场一样，手脚慢了就吃不到，手脚要快。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场呢每一个小时都有轮番上阵，不同的美食美味来带给大家。那如果今天没有吃到或是吃完觉得不够过瘾怎么办？我来跟大家讲一个 PEPO， 在我们的精品线上购呢，要来送给大家150元的购物金，你们呢只要加入会员免费就送150块钱，想买什么自己买，直接送到家里。更重要的是，你们想要的这个购物袋，线上消费满1200块钱免费送你一个袋回家。好，按1200块钱会不会太多？吃一个礼拜还是吃一个月？不会太多是不是？好，要不要加码一下？要吗？要吗？现场的朋友觉得要加码吗？1200送购物袋 ，OK 吗？不 OK 哦，姐姐走过来直接摇头啊，猛摇头，不行。那我们来加码好了，好不好？来，现场的朋友觉得购物袋很漂亮的，来我手上这个，来帮我称一下，重不重？很重哦，主持人肩膀真的很重，来姐姐称一下重不重？很重对不对？来告诉大家，今天呢，如果你们想要把我的购物袋带回家，不用1200块钱，只要多少钱？800块要不要？哎，不买单。500块买不买单？500块要不要？100块钱，哎，划给100，再高一点点，高一点，300是不是？300成交，呵，成交，我们今天就300块钱，让大家300块钱带回家。那这个购物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保冷袋里以外，还有价值635元我们的明星商品让大家带回家，包含了我们的意大利面、笔管面、披萨，还有我们的葱大饼，通通带回家。哦，这样子300块有没有很划算？很划算。好，我先来这个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限量组合只有1234，只有10位。来，现场想要300块带走我的购物袋的朋友在哪里？举手，我看一下。来，1位，来2位，来3位。哎，这个，来帮我拿一张起来。啊，再给你一个。啊，要买2个是不是？来2位，来3位，来在这边。好，来还有吗？还有吗？只有限量10位的朋友哦，我们要加码送给大家300块钱购物袋以外，还有5天份一周份量的这个口罩让大家带回家。还有吗？还有吗？剩下最后5组。来举手就有哦，300块钱拿在手上考虑一下。来，你也拿一张，来，呵呵，认真。好，那我待会呢，我手上的这些数量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我的兜里。你们想一想，如果待会吃我们的主厨料理，觉得哎，这烤饼真正美味，想要带回家，赶快来找主持人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场的活动呢，待会要来跟大家精彩分享。首先先来加码我们前方的朋友。来，购物袋300块钱带回家不够，今天是怎么样？食品展对不对？刚刚手上有拿到小号码牌的朋友，主持人都有看到，都有记得，所以我们要先来优先来发送我们食品展的这个购物袋，让大家带回家。好，那待会呢，请各位朋友帮我双手举高高。想要拿口罩的朋友在哪里？想要拿购物袋的朋友在哪里？好，后面的已经举手了。好，来，想要拿口罩跟购物袋的朋友，帮我稍微再往前一步。好，我们各个可以稍微往前一点点。主持人礼物送得到的地方都有可能送到你的手上。好，简单的问题，我只想听到2个字，叫做精。精。好，请问一下，我们亚洲全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在哪里？
品。在哪里？好，就在我们的精品。请问一下，你想要吃到中式、日式、港式、西式料理，请问要来到精品？精品。好，请问一下现场的各位朋友，想要吃到我们五星、六星主厨亲自料理的墨鱼炖饭，要到哪里？精品。好，来，最后加码、加码、再加码。好，请问一下各位朋友。这边还有一个啊，这里还有一个，主持人有记得，好，主持人记忆力虽然是不太好，但是还没有到那么差。好，我们继续接下来问了，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有荣幸请到我们六星饭店主厨谢一荣主厨来到现场为大家做美食展的亲手料理，请问一下要到哪一个品牌？好，就是要到我们的精品。好，那接下来呢，想要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吃到夏季最夯的榴莲披萨，要来到哪里？来到精品。那我们前方的这位小姐，好，来，没关系，我们这个主持人跟你交换一下礼物啦，好不好？留一份给你，待会不用抢。好，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呢，最后两个问题来给大家，因为有一个我要留给小姐，我没有承诺她的。好，那现场的朋友再问最后两个问题咯。来，主持人的问题也是没什么好问的啦，请问一下，我们在现场呢，你想要来到食品展免费吃到一份2320块钱的主厨套餐，请问一下你要来到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品牌？很好，很好。后面戴帽子的小姐来帮我往前一步。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刚刚就不300块先抢一下吼，300块拿两个购物袋多划算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主持人下次推什么优惠出来，就是先拿，因为呢，主持人会怎么样？我就很喜欢送东西，因为都不是我的成本，我就很喜欢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对不对？好，那待会呢，有拿到我们号码牌的朋友，我再最后一次问大家，有没有人想要用300块钱来加购我们这个购物袋，然后里面有价值635块钱的精品明星商品，有朋友想要的吗？刚刚没有拿到的，来，好，来这边的朋友是不是？来，我等一下帮你留一张哈，用我的这个号码牌，来这边帮我拿一张。好，那我们现场的活动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来，最后一个礼物送出去，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活动咯。好，但是大家不要急着走，为什么？重头戏在主厨的这一锅，它叫做我们的墨鱼炖饭。好，那来自呢我们全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精品中央厨房，好，还有呢我们的最新系列精品私厨系列，来让大家来做品尝。所以最后我想问大家，今天来到我们2022国际台北食品展，请问一下你要到哪一个品牌？最好吃的东西在哪里？好，不能错过在哪里？口袋有钱要送到哪里？讲到口袋有钱，你们话就软掉了。来，最后问一次，请问一下，口袋有钱往哪里买？往哪里买？好，这是我们的精品。那我们后面这位帅哥来帮我拿着。好，那我们现场的活动呢，到这里告一段落。请各位朋友拿到，手上都有开始拿到我们的这个主厨系列的墨鱼炖饭了，对不对？好，还没有拿到的朋友呢，来帮我稍微停一下脚步。好，那我们待会儿呢，也要借用各位朋友的双手，让我们用掌声谢谢舞台上方非常辛苦的谢主厨，再次谢谢主厨。谢谢主厨的莅临，谢谢主持人，谢谢。好，那我们现场的朋友呢，一样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拿到我们的购物金，怎么送？精品的钱，精品的钱怎么赚？我们的精品线上购会员免费注册下去就送150块钱。那有没有朋友是喜欢这个花钱当赚钱，省钱当赚钱？好康大家一起分享的有齁，那待会呢请大家到我们的右手边，我们有团购组的专案可以做洽询。好，那我们刚刚呢有拿到号码牌的朋友，请帮我摇一摇你们的号码牌，来跟着主持人的脚步一起移动脚步来到我们的活动前方。好，那我们待会呢，如果各位朋友你觉得我没有拿到这个限量10份的号码牌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现场有加码250份的数量，剩下最后倒数的数量了。好，虽然说没有加送我们的购物袋，也没有加送呢我们的这个7份口罩，但是呢一样可以享有我们用300块钱来带走我们这个冠军潮牌。